嗨，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分享谁就要 cos 谁的芥末。哎，你看，今天我就变成了滑稽，这个表情怎么样？100%等身1:1的滑稽啊！没错，我今天与大家分享的就是来自热度潮玩出品的百度联名款的滑稽盲盒。哎，看到我绿色华贵雍容的布料了吗？还有上面闪闪发着红光的大牡丹，还有大凤凰，没错，就是百度的那个表情，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呢？ OK， 那接下来呢，废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把这一套盲盒打开吧，走着。等等，我这样好像不是很有办法拆盲盒的样子，那接下来我就变成我自己的样子跟大家拆盲盒啦，走着。当当，看到没有，这就是这一套盲盒的一个邮递过来是什么样子，它就是什么样子啊！我还没有拆。正面呢是这个无所畏惧，反面是不再害怕。那么接下来我把它拆开。好的，打开了啊！我们看一下里面都有什么东西。这样，嘿，把它倒出来。哇哦，好多内容啊！首先有这一套。一共是6款的盲盒，大家看一下啊，里面1、2、3、4、5、6，还有一个隐藏款啊。今天我的目标是抽中这个隐藏款。这里啊还有7款滑稽的小徽章，我们一会儿一一给它打开。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把它们打开吧。我已经看到了，大家猜一猜是哪一个，什么颜色的？那我就不卖关子了，直接拆给大家看。我下一次不看了，我下次一定不看了，然后跟大家一起猜。好沉啊，像一个小苹果一样在手里。好可爱，我的天，头是。看到没有，头是这样先塞进去的，然后下面是有一个磁铁，这样身子就完全进去了，然后身边还有一个这个应该是泡面桶啊，就是深夜吃泡面的这个样子，非常可爱，对不对？不错不错，我们第一次抽到，这应该是一个蓝色的款啊，不是我刚才说的紫色，就是这个，对，叫大灰鸡。嗯，首先我们抽到大灰鸡，放在这里。这次我就不看便条了，大家猜猜会是哪一个呢？嗯，我看看啊，我猜是粉色的。你们先看。猜对了，哈哈，猜对了，猜对了，果然是这一款粉色的啊！虽然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抽到隐藏款，但是我觉得，我猜的还是很准的，对不对 ？OK。好可爱，有个小熊。给大家看一下啊，它原本的状态啊，这里是有一个磁铁的，看到没有？这里是有一个磁铁，分头行动，是这样一个原理。好的，是不是超级可爱呢？OK， 这款会是哪个呢？嗯，我猜是这个蓝色的，蓝色是不是已经有了？不是，我猜是这个蓝色的，蓝色小房子，蓝色小房子，看看是不是蓝色的小房子呢？
还是你们先看看，我猜对了。啊，身子，又猜对了！我天，我这么说啊，我既然前两个都猜对了，那我会不会今天抽到隐藏款呢？哇，好兴奋啊！看看蓝色小房子里面赠的是什么，我全都要。好，来，我们把它组装起来，看到没有？这一款蓝色的版本，并且有一个小黑板，上面写着“我全都要”，你猜对了哦，是不是很棒？好的，那我继续啊。我猜该绿色那一款了，就是这个，看看是不是。这个摇完全没有用啊，因为他们之间之前据说只差了两克啊，所以说这次就不摇了，直接拆。一次买了一套，所以说还是比较那什么的。刚才不小心看到了小黄纸，赶紧把它收起来，不要看，不要看啊，又掉下去了。哇，粉色的，而且有这个，这是小度娘的图案吗？大家看一看，粉色的啊，粉色的。然后这是什么？一楼献给度娘。OK， 这个粉色的也被我抽到了啊！虽然猜错了，但是还是蛮棒的。其实我在想啊，好像每个人的内裤都不是一个颜色的，我要不要 cos 到这么精细的程度啊？大家看一下，每个人内裤的颜色都不一样，我可没有什么粉色的内裤。我比较期待一下绿色那款是什么颜色的内裤啊？那我们继续。就黄色和绿色啊，那这里面一个黄色一个绿色呗，对不对？不看。来，扔掉。看什么？你们先看，还是老规矩，你们先看。嗯，哇，果然是绿的。这里面还有什么？小缸子，而且超精致，上面写一个奖字。有一个疑问被解答了，原来绿色的是红内裤，绿色版本的滑稽。那接下来要只剩最后一个了。其实刚刚啊，我也是第一次连续能够猜中三个，那这一次不知道能不能抽中最后一个。现在这里面除了啊没有重复的，目前还没有重复的，除了黄色的这一个就可能是隐藏款了，看看我有没有可能抽中这个隐藏款。据说啊，据说我们这一套系列的隐藏款的比例大概是100%，就是说这一盒有六个，你可能得买15盒、16盒左右，然后才能抽中一个隐藏款。我把最后最后的希望放在这一盒当中，看看是不是隐藏款。加油！好像据说隐藏款是后面的最后一个。看到我的中二的眼神没有？是隐藏款，我天！哇塞，龙纹哎，小黄人还是小黄人？哦，这里边是什么？哦，圣旨，滑稽密旨。是可以插进去的。我的天，
哇，我手在颤抖啊，现在我们把它拼装起来，我们把它拼装起来。哇，这个透明的，然后后面有龙纹，真的是超棒。来，头先进去，太幸运了，可以买彩票了。明天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觉得我真的是可能全网第一个抽到隐藏款了，太棒了。我而且他身子斜斜的这种渐渐的表情更棒了，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因为平时抽盲盒我买了这么多的盲盒，说实在的只抽到过一次两次，也就两次隐藏款，但这一次买了一套果然会有隐藏款。所以说大家如果说在网上买的话，一下子收一套可能收隐藏款的这个几率会更大一些啊，真的是超棒超开心。 OK， 那么现在呢我这边已经有六款了，然后除了黄色的这一个这应该是个黄色的是一个，除了这个黄色的这个 Doggy 的表情没有中之外，居然中了隐藏款的后面有一个龙纹，然后它的棉被啊是透明的，真的是非常非常棒啊。然后我接下来会去找小伙伴去买我还没有抽到这一款黄色的，所以说真的是抑制不住内心的这么一个激动的心情啊。然后我的天哪，那真的，那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些其他的东西啊，比如说这次嘿，看到这个没有？然后这是我同样买的这个滑稽的玩偶啊，这是提前过已经发过来了。这是滑稽的玩偶，然后大家也可以将来进行购买啊，非常非常不错。然后呢非常可爱啊，它后面是一个龙的这么一个睡衣，对不对？然后呢还有当当，这个就是超实用了，对不对？滑稽的鼠标垫，然后这个黄色也是非常的可爱啊，然后鼠标一定会非常非常认它，你的鼠标会非常非常灵敏啊，操作非常滑稽。OK， 然后这是两样给大家安利的东西啊，哎呀，放到角落上了啊，这好哎。然后这边呢还有我们滑稽的徽章啊，在这里我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啊，徽章同样是有1、2、3、4、5、6、7款啊，正好我这边有7个，看都是有什么的啊。OK， 我们打开第一个，这个小盒子里面应该就没有其他的东西了啊。哎，第一个就是我 cos 的，那我再给大家变一个身好了，变身。嘿，小伙伴们，我回来了，我依然是分享谁就要 cos 谁的芥末。你看本期还是非常超值的，对不对？我们一起分享了这么多款，哦对，还有隐藏款，我的也就是滑稽的盲盒。然后呢我们也给大家一起分享了我的这个小徽章，也是非常棒。而且大家只要是在我的视频下一键三连加评论，就可以有机会获得金光闪闪的滑稽徽章哦。我们一共有6位小伙伴可以得到这个徽章，所以说加油哦。我依然是分享谁就要 cos 谁的芥末，欢迎大家下次继续收看我的魔玩库，拜拜。